看了那个采访。挺想知道你去武汉的时候是怎么想的？没有想很多啊，因为就是留给你思考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他2月8号要出发，然后2月7号我们接到通知要报名，然后当时你要是不快点报名的话，就马上就没有名额了。然后我们科室他们报名就非常的积极和踊跃，所以想都没想就把名字给报上去了，然后也很荣幸就被选上去了。可能是因为我长期的在那个重症监护室待着，可能对这个危重症病人的诊治这一块还是有一定的把握。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英雄，然后自己感动自己，然后就报名了。只能说真的很厉害，我心想哇，竟然有这么厉害的粉丝，太棒了。所以真的很厉害。其实我对这种感觉很有感受吧，就是这种上前线的感觉。我就很佩服你这种精神嘛。然后谢谢你支持我们队，看我们队比赛。你们一定要加油，一定要加油！谢谢。你们要赢了，我们开心一整天。我们会努力一下后面的比赛的。好好好，请务必要加油。好。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注意防护。再就是，好好加油。想问的话没有什么，就是我就希望你们能多赢比赛。希望成都猎人队能拿到总冠军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那微微，你有没有什么愿望是我们可以帮你实现的？愿望？对，除了拿到总冠军。因为之前那个咱们队伍的有一个小姐姐说已经给我寄过，就是。我喜欢的选手的那个签名照片了嘛，我就很开心啊。我要回家把他们好好的珍藏起来。就签名照就可以了吗？就满足了吗？我还可以提什么过分的要求吗？他们准备了一份礼物，让他们说好不好？好呀。你们准备了一个天使的大雕像。就是天使的手办，哇，特别好看。哦，太棒了！可以附上你们全队的签名吗？实际上，我觉得猎人队的每一个队员我都很喜欢，都长得很帅。除了雕像，我们这边还会准备就全套的我们之前出过的周边，然后所有人的签名照片，然后还有所有人签名的队服。我希望你能。一直喜欢我们，也能一直幸福快乐。我们希望有机会以后大家一起去吃海底捞，就你很喜欢吃。好啊。哦，我们可以。好啊。教你玩天使。直接跟一窝头学天使吧。好的。一定要让他手把手教我。请把我的祝福带给成都队的每一位队员。我希望你们能在这个舞台上面越来越好，然后也希望咱们成都队发展越来越好吧。当然最终愿望就是希望你们能拿下总冠军。谢谢。我们会努力的。对，我一定要支持你们，一定要支持你们到最后。谢谢你。谢谢你。好的，拜拜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